大家好，欢迎收看 BIOS TV。 好，这个是同轴讯号的分接器，就是说一分二，一印进来之后分两个出去。那我们这边的是锋盟的，因为它全面都改数位电视之后，他说这个家里面的分接器要改成用他们的，这样讯号会比较好一点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吧，输出是负 3.5dB 的。然后看一下背部，这边有写 Stainless Steel 不锈钢的，然后 Class A A 级。那可能因为是数位电视盒的关系，所以它对讯号的要求比较大。好，